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真的没有现在那么幸福的。今天有一班小学生呢就有福了，因为今天亲身来到学校探访的富力 RNF 是现时港超联的一哥，亦都是入球最多的球队。在去年杨正光光 Sir 带领之下，富力 RNF 今天的出场阵容就是李卓翰、曾空明、麦富成、陈俊乐、卢君怡和梁朗恒。球员都意识到除了灌输球技上的知识之外，还要树立一个好榜样。而对于一班小朋友来讲，在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享受足球的乐趣，但同时他们对自己都是很有要求。练习完之后，双方当然要踢场友谊赛。虽然贵为现时港超联一哥，但是富力今场波其实遇上很大考验。通明一开始就自制机会给自己表演，而细佬可能知道对方肚饿啦，一省请了对方吃个波饼。有时踢波不是技术上先学到嘢嘅，其实吃波饼都可以是一种锻炼。冇人打龙门，搞到卓翰都要守住笼先啦。至于富城，其实佢就几技术型嘅，不过似乎佢同对手有啲交情，事关佢嘅失误就搞到球队俾人追平。失误咧就好似传染病咁嘅，今次就轮到君怡玩出火咯，交失波之后，结果就俾荣臻队攻入绝杀嘅一球。嚟嚟嚟，影翻张相先，送翻啲奖品俾大家。不过未完嘅，因为我都有啲游戏准备咗俾佢。咁啊，今日同佢哋一班球员玩啲咩游戏咧？就系好简单嘅啫，是非题。咁如果我问一条问题，个答案系是嘅话咧，就向左手边跳；系否嘅话，就向右手边跳。系嘛？准备好未啊？咁多位 ，OK， 准备好啦嘛？好，咁就嚟啦。今季冇人试过喺禁区外入波，是定否？是就左，否就右，否就右啊！冇人试过喺禁区外入波，咁啊，边个试过喺禁区外入波啊？边个啊？啊，心水清，其实好简单，一望边个最快企右边就系啊。阿卓翰，你就叻啦，今季因为。你应该对嗰球记忆犹新喎，系嘛？嗰球系边场啊？系啊，正杯系啊，嗰日我见到我都在场，真系射得好嘅射力。咁啊，同位啊，君怡有冇入过啲咁靓嘅波啊？有啊，好多年前。咁有一啲嘢交俾啲后辈啊嘛。OK， 第二题问题，富力系今季暂时入波最多嘅港超球队。系啦，富力系今季暂时入波最多嘅港超球队，是定系否咧？是就左边。系啦，咁啊。即系阿细佬啦，呢、這个真系要问阿细佬啦，系咁多嘢你唔会，始终暂时今季入波最多嘅球员啦，仲要系港超入波最多嘅后卫其中一个，系咪有啲咩秘密嘅咧？其中咧秘密就系身边咁样，系，系 ，OK OK， 咁阿卓翰都系啦，有波啦，有进账啦，咁啊睇其他几位，诶阿富城啊、通明啊、君怡啊，俾心机啊，OK。系啊，球队今年场场都有波入，是定否呢？球队今年场场都有波入，是？真系？惨啦，好新近嘅啫，否？是定否啊？俾多次机会你，是定否？否？喂，呢、這个问题真系阿通明同阿富城，你哋应该记得噶，因为冇几耐之前发生过啫。嗰场系好，我问你咪乱咗，哦，你好乱系嘛？你哋好乱啊！其实咧，就等我温故知新下啦，系遮烟杯嘅赛事嚟嘅，咁啊系啊，有啲乱系嘛？啊，籍口啊，关于咁啊，富城好通明啦，今季真系多上场机会同阿卓翰啦，即系今季第一次踢港超联。是不是很享受、很乐在其中啊？真系，
富城咧，第一次，哇，嗰晚幾驚啊！瞓唔著啊！我周哥，我一早想見佢嘅，跟住都係頂住，日日都係收嘅，跟住之後又好啲啊，啲人一齊。O K， 係我哋冇，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好，翻埋去先，仲有最後兩題啊，好啦，富力係現時嘅榜首球隊。系啦，翻埋嚟先，好啦，真系最后一条问题啦。富力系今届嘅联赛冠军。哎哇 ，OK， 毫无犹豫喎、啊，真系我谂住你哋会有啲犹豫，但系今季成绩咁好，我谂君怡，你作为阵中老大哥，你讲下今年嘅感受先啦，由季初到而家嗰个进程啊，一路发展落去，系。是新鲜事卒吓，细佬。OK， 嗱，好啦，咁啊，一于睇下呢条问题咧，去到季尾嘅答案系是定系否啦。好多谢咁多位富力 RLF 球评，继续支持佢哋。会 OK。